我猜他要跑掉，右边右边，完了，谁知道？你这样谁看得到？哟，中，对啊，我要的。早上的六点，今天要去妈祖宫府城天险前打，然后现在买虾，虾之乱都没虾。他说六点，国姓钓具说六点，那就去找虾。到了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府城天险，我的前打练工地。那这个绑哪里？一样啊，你要上下就好了。不是要绑旁边的是？上下，就一样当八字环用啊。旁边的多就比较紧。只是会变得更重。这样的话，大家就加一颗小的就好了。要不要去买大颗的？钩子要不要换？这个你等下再拉。好，我来换钩子。小白虾就要用小钩，这是紫电。大墨一只。我拍到，我拍到了。有啊。这边石斑变很少，怎么会有大木啊？里面刚那边太多草了，所以我们直接到外面去。那个草，整个草底，哦不是草底，整个水底都是啊，一到底就勾到草，没办法。我们来这比较外面的地方，整海的鳄鱼，超扯。你在前面看到那些全部都鳄鱼，哦，刀啊！这边很简单，肉粽是堆出去的，所以往前丢就行。前面跳下去要小心，那滑的。我朋友以前在那里摔一个。会不会第一杆就来捧场呢？找啊，垂下哦。看，就是海菜，讨厌的海菜。找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左边这里下面一个洞，看到洞我就想塞。谁要出来吃早餐？哦，天哪！从那边旋到这边都没有鱼，我们现在往里面。的小水门，唉，难钓了。看一下这个，这边啊，这边有机会啦。这个桥下，哎，喵咪。钓到一只猫也不错。过来，哎。这是小只的呢，这不是之前的。对。过来。他会怕吗？他会怕。他太小了。
太小了。哎、欸，正吃呢、欸。很正吃的昂吉。欢迎来到最后一站，水门。这边再没有鱼的话，这整海应该是都没鱼了。这边可以躲太阳，多好。我们上次也是放在中间啊，对啊，就放在你，就放在那个交叉的口。你要穿雨鞋下去吗？我的给你穿，可是你应该下去他就。行情啊，没有啊，用盖那个拿东西，但是拿网直接装。搞那一次，我先搞那一次的，先我想先这个，先就搞这一次。哪里有网子？不过你要用渔网，你用那个太慢吧，因为。石头，他如果这样往前踩，那就被我们捞住才对啊。啊，如果没捞住怎么办？他这边太少，所以我们这样就有办法就着往前吗？不行啊，你说这样哦、喔？对啊，有点难。来，绑石头，绑石头，绑石头，这，等下中间绑石头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绑中间啊。你快一点！这样会被吓到他吧？我拉着这边，你就伸不出去。我等一下我会跟你讲的、欸。啊，算了，你放开。哎呀，你这样没有，你这样会飘啦。你这样根本还没来得及网到他，因为你网子是飘的啊。网子飘的是没错，但是我整只我要打整只打下去呢、欸。打下去，他是直接被你吓跑了。刚刚我现在他要跑掉，右边，完了。王志啊，那你罩子给我了，那不给我了。这个太……谁知道、啊？你这样谁看得到、啊？你这样谁看得到？邪气，是了。你小心下面有洞。死掉了啦！哇，怪了！怎么可能死掉、啊？他都站着了，还死掉？来呀、啊，拿！拿什么？你先……啊，他不是网住了吗？没有网住，他是没有洞。等一下，活鱼扣、喔。哦，有袋子哎、欸！这个，用手用这个，这个啦，要不要？干就起码给我手套嘛，大哥。对啊，你就不用怕啦，你直接伸去抓就好了。有这种兄弟一招，都帮你想好，再用它岸上一点吧，你觉得嘞？他已经被网住了。那直接丢上来岸上就好了，先丢上来。真的没？网子那个篮子先拿上来，别人的。那个脚断掉没差，那袋子打开了，直接把它丢进去。哎、啊，你不拿起来拍照吗？干了，拿起来拍照。怎么拿？是可以拿啊。这假的断了。等一下，你拿着，然后我给你戴帽子可以拍。这个我不想拿。
哦，母的呢？这次是母的。好啦，他眼睛好红哦。他夹住，感觉很有力。感觉很有力。一、二、三，好。这一集是怎样？这里就是钓鱼钓不到，只好钓螃蟹。他脱光，然后换你一只爪子去抓。因为正常就是要把他爪子绑起来。那你带着你一点啊，松掉了，松了，右边，真的吗？右边松掉，松了，松了，真的，右边要掉了，真的啊，右边，右边那个爪子那边的要掉了，这个，这里啊，你看滑过来了，原本在后面的，啊，靠，不要，可以吗？咬走了，再下去啊。靠！开，这怎么笨的不会麻烦的？开不到哎、欸，这里的鱼很厉害哦、喔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开，看！怎么不会了？怎么会不会？靠！冲绳枪见到不到鱼，今天的学校，我等于传单到底传他们跳一起。等一下，来来来来来。屁咧，这种号都打不到。那里下一只花蟹，然后我去绑了这个三门钩，看能不能把它钓上来。就是这样，然后低一点。没有。死掉的啦，死的啦，我是跟你说他死的，就跟你说他死，水流吧，我就说那个颜色不可能是活的，对啊，活的，很好，木易很好玩的地方就是这样。这是，那就跟那个兜兜兜一样。要来做一下今天的结尾，哦，反正就是我们在这边找了一个早上的鱼，从外面找到里面，没什么咬矿，鱼包最近台湾的鱼已经都不知道去哪里，然后刚好运气好遇到一只呆呆的螃蟹。好，那今天的片就到这边，就当作是个分享钓点吧。好，那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